这些桌面会更大嘞，它也更大一啊，就包括将这些料啊，这些如果被脱角，然后要进行贴板，后面的最后一题大体开会。那非常的忏悔啦，还有这届嘞受咱前人甲第五两位结婚师慈悲。计划时间的无限的，去甲咱十二日，那么即个是曾经理，甲着咱华联即、这个简明日，即嘛就是咱即经理来领受了即种的天命，会使讲是非常。来讲，古人清洁，如履薄冰新房新土的，那么来承接了这个天命的这个开会。当然，这个是咱电影根本书的主笔啦，那好汉的在过去。会使讲，受着爱，更加着，这个不平，一定的，来到咱个地。那么一路来呢，有咱父母在过分过去前过节的，那么一路来，在这个道路上，离政府未许可的以前，会使讲的非常的这个困难的时阵，尤其是政府各有咧处置，那么前过节呢？一路来，能够得先过境，把这个真理听到，无论伊遇到偌大的危险困难，因都是坚持到底。所以讲呢，一路来有因扶持了着这个道路，到咱今日这样宽广的这个道路。当然，这嘛是咱过去前几只自卑，那么因为这个牵情较多，所以后下个一路来嘛是受着咱前几只嘞一直会苦心来栽培甲照顾，今仔日嘞到了着这个姻缘。而且甲咱各位见面，继续的来在这个道路上，互相的推动。那当然呢，一个团体道路要方便的，拢总是爱咱大家共同打拼努力，才有法度嘞。那种团结才有力量嘛吼，靠这个力量嘞来向外。来推动这个道路，亲像咱把这本书呢，以前这个时阵就去晋江前面去请教，咱郑经理呢，伊嘛是拢当地以这个请教一个经验，咱有这本书呢，嘛已经是泰国21家，所以讲呢，这种推动了的这个道路呢。这东西都不一样，但是拢是咱可能大家共同啦吼。那么道场呢，保有咱大家共同的扶持，咱兄弟姊妹呢，伊是要得救有困难，所以咱就是众生的贵人，众生嘛是咱的贵人，无伊互咱度化，
阿弥陀已经够了嘛。那么呢，众生无有咱在座大家，哦啊，来讲善觉甲好觉，那么呢，善知甲好知，那么去甲伊度化，伊就教育，那当然伊咧进入了这个道理咧，啊，会使讲是非常困难。那么就是像咱在座现在的家，哦，今日呢，哎，到底这个道理？当然嘛，就是咱贵人的好意思，就贵者的福气，然后一直甲咱鼓励，吼，啊，互咱会当有所变现。那么在这个修道的道路上呢，会当来度人、救人，啊，会当来用到的坚定了的这个道理，哦，这种东西呢，啊，就贵者的啊，因的啊变现，哦，那么一个道德。咱呾会当啊，继续不断地以这个道理呢，哦，发在于啊，行功了外。所以讲呢，一个啊，道场来讲呢，来办法咱真正啊，来行功了外。那当然呢，咱过去哦，对于了着脱贫之路、扶贫这一块，咱拢讲，咱会使讲，伊是一种的善行。哦，咱讲是一种的善行。那么就是讲，伊对这个社会贡献较大，哦，那么呢，就是一个大善人，成功是一个大善人，哦，那么呢，咱去因为了咱三者普度，哦，因多化兄弟姊妹呢，来得闻了的这个先天大德，啊，予伊伫百位以后了后呢，会当达到超仙标速。哦，那么咱求道是为了着咱自己的这个自信分，哦，咱每一个人有一个自信分，那么也就是讲，咱人的这个慧眼，所以讲呢，咱真心的建立，无非也是为了着慧眼而已。哦，所以咱今日去得到修行学道，未来是你希望的会当真正落叶归根，落叶归根。那么也是咱世俗的人有百无，哦，年老了后，能够一点的灵性，会当直往，哦，直往了的这个西方极乐的世界，啊，拢总是讲给咱的自心，咱的慧眼，因为咱这个心是一个短暂的命，哦，伊是一个短暂，所以有生灭，啊，有了的这个生灭。所以讲，咱人啊，生活伫这个世间，身体能够会用，有甲袂用者。那么这身体是能够食土用土，哦，所以讲这是因，袂当永远存在。但是咱的自信不会用，伊是永远存在。身躯无伫个，那么咱的灵性离开身躯了，就是变倒转去归天，叫做登西方。哦。啊、所以讲咧，过去修行的人，伊就是咧，互伊去点入去当转去，哦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唔但千里方便书，万里求口快，就是咧当得着道。得着道了后咧，那么伊咱会当真正真修实定，咱的灵性百回以后，咱的灵性会当会往倒转去到咱的无尽。那么，咱今日去度人、救人，唔是度化伊的心意，而是度化了着伊的自信分。所以讲，咱讲度人有功德，安尼才会使讲是功德。你扶贫济贫，吼、哦，行善做好，普救之路，会使讲是世间的大善人，已经是安。哦，只是咱每个人来讲，哦，按普遍做咯，拢会当做功德，伊是袂当称为功德，就是你一定爱度人的灵性，互伊未来会当回复，安尼咱讲是真正的功德。所以讲呢，咱必须了解，因为咱的自性会当离开西方，会当得到咱的无明。大家真正超发生死，大家真正知足轮回，这
这个是咱修炼的因缘条，哦，因缘条。所以讲起来，咱爱照见修炼，照见这个肉体，哦，那么呢，和这个哦，照见这个机体，咱会当来打扮做个，啊，和咱的灵性呢，那会当如何了解方便？逐渐呢，咱就会当未来发展一道。啊，你若无照着这个机体，哦，咱来讲哦，正好在做功课。那么呢，是个人救人，咱无法度通正好。那么呢，咱的人生要当得救，就好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就是爱照着计，照计行真嘛。哦，咱唔照计乱真，咱来照这个计，行这个真。所以过去诸佛菩萨，因伫修行、伫人生的过程修行，那么无非嘛是为了着伊的灵性，所以一定爱先照着戒，哦，度化众生，那么来建立了着这个功德，才会当真正的得得去回天。哦，所以这点呢，咱一定咱会当去家己了解。哦，咱用照戒乱真啊，哦，如果若是照戒乱真，咱的真，咱的灵性不但会当得去。那咱爱去对着这个我们的身心，因为咱讲，为人是不过啊，我这个身躯爱做事，我来花天酒地来跋筊饮烧酒吃毒，脾气毛病阁足烦歹，哦，家己无法当先修好这个家庭内底，那么呢，失去了一个依靠，失去了一个幸福，这叫做照计乱真。那安尼未来，伊个计在干袂少些，袂少些。所以诸佛菩萨，咱咧讲好啊，咱、哦、像这这先不够好，逐天五百，但是因就是过去有库存。那么咱干袂当亲像，伫未来干袂当亲像诸佛菩萨咧狂吊拜，干袂当。啊？会当袂？袂吗？你有想要像安尼崇拜？敢有？是爱认真，不是白，是下，是看你背甲唔背，你就是去打扮做的。哦，咱伫性缘平衡的内底，我爱一方面趁钱，啊一方面我要安怎来度人，啊要安怎来研究，亲像咱遮的文殿办拜祭，拜祭三宝拜，咱大家敢来好啦？哦，啊，学到的亲像今日迄个咱献过的坤道先生，大家都会当聊。啊，你讲大家嘛拢有咧趁钱咧，伊嘛是食饱用好咧，讲拢不存，哦，准备要来做咧一件，嘛不是安尼，哦，所以讲咧，时间是困难交运用，变咧，甲咱的生命用无计法，甲咱的身躯咧，真正咧来充分的利用，来创造人生的计法，哦，所以讲咧。今日去修行参道，哦，咱一定爱真修持个，哦，啊，时间是咱人安怎对个，哦，啊，咱嘛爱感恩上天个，以开这个方便方便互咱，互咱会当啊辅助道德，辅助道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个，有这个因缘才好互咱，咱一定，因为人生是非常个短暂，非常个无常，咱今日去真个话跳脱。我代表闽南台讲，各位前辈，敢是安尼？敢是？是。所以讲呢，咱会当做，做个就是咱闽南。啊，咱修行学道，袂使讲我趁着钱呢，我阁少年呢，哦，啊，我阁囝还袂成呢，哦，啊，阁孙还袂生呢，哦，有遮尔济代代，伊何以无法度踏出去修行学道？咱来甲想。咱有偌济个时间，其实呢，咱个时间是无常，哦啊，所以讲呢，咱道理嘛听诚济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当然拢不断借着时间呢，啊，大家当互相研究，哦啊，不断地来做一种个提升，哦啊，因为今日呢，啊，咱请咱代表王副领进，也就是咱过去王传宏大主，哦，而且。啊，我汉公主的哈、哦，那么伊伫
家都赢啦吼。那么再来带动咱台湾的科技，一方面一个都讲起来说拢是真好用吼。啊，不过对于伊这个新闻来说呢，还是说吼不遗余力，吼不遗余力。吼，啊，今仔日的嘉宾呢，会当邀请伊回来，吼，啊，而且来甲咱做一个主笔，吼，啊，甲咱做一个启示，希望咱会当好好来。最后，祝您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